你是让我去做汉奸？如今片野和英子已经怀疑到台风厂工人和油气队的关系了。今天早军火的事，明摆着就是故意挖一个坑。不答应，片野肯定不会放过这些工人。可就算按时完成了，他们还会变本加厉，这些工人依然会有随时丧命的危险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。 我大哥为什么宁可烧了台风厂，也不能留下给日本人？岂料白了。所以现在才是真正需要二爷的时候。只有二爷能和片野跟英子他们周旋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合计找到机会，将三爷和台风厂的工人转移出潍县，转移到抗日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。你刚才说还有三爷，三爷一直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。 并且三爷已经答应了帮助八路军抗日，所以我计划将三爷和台风厂的工人转移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三爷才是真正脱离了危险。转移到哪里？现在城外的八路军也需要武器。我计划将台风厂的老工人转移出去，成立一个兵工厂。明白。可英子毕竟是杀害我大哥的仇人。 让我每天面对英子唯命是从，我怎么能对得起我大哥的在天之灵？慕容家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，我怎么能对得起？我怎么能对得起慕容家的列祖列宗？慕容一家子在外面又怎么能抬得起头来？二爷，您的心情，陆康非常理解。 可是现在中国，每天都有很多的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枪口下，大老爷的在天之灵，也是想保护台风厂、保护工人、保护中国的同胞，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斩草除根呢。所以陆康今天在这里，恳求二老爷了。即便我答应，带走了这批工人。 可英子肯定还会再找来其他的工人，照样逼着台风，逼着我去给他们生产杀害同胞的军火。这个我想过了，您只要暂时答应英子的条件，这样一旦台风厂生产出了军火，我们会及时联系到你。只要知道了日本人运输车队的路线，我们就能截获下来。这样，日本人在台风厂的兵工厂就成了鲁东游击队的兵工厂，小鬼子的运输车队那不也就成了我们鲁东游击队的运输车队了吗？ 我把工人交给你，准没错。二老爷的意思是，那陆康卸下二老爷了。你需要我担任日本人的委职多久？这个不瞒二老爷，这要看全国的抗日战况。抗日战争应该不是一个短暂的斗争过程，不过二老爷您放心，您为抗日做出的贡献，八路军一定会牢记在心。我也会为二老爷、为慕容家正清白。您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，不过。 为八路军卧底这件事，还请严守秘密。小鬼子连材料都运来了，说白了，这军火我们造也得造，不造也得造。就是嘛，那些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家园，难道我们这些人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咱就不给造，就是弄死他们。对，不给造，不给他们造。对。 兄弟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台风正式开工了。二爷，你真准备给小鬼子造军火呀？
你们只负责生产，汉奸的罪名由我一个人担，保证跟大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，我慕容柏用性命担保，每一个太丰厂的工人以及家人的性命安全。 早上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我就知道慕容先生是一个明智的人。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：日本人不得枪杀太丰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，还有慕容府的人，并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。 我只能许诺慕容先生了，片野大佐那边，我尽量去说服。不过前提，慕容先生和太丰厂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 予想通りに進んでいます。ただの始まりに過ぎん。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总步兵花公馆特向慕容先生道喜，恭贺慕容先生担任维宪商会会长和维宪维持会会长两职。慕容先生深夜到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 片野大佐要在5天之内完成军火生产，太丰厂的工人要昼夜加班，不然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昼夜加班就能按时完成吗？难道你要我让他们什么都不干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5天之后被军阀处置吗？南英子，就恭候慕容先生的好消息了。大人。 玉清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说我的丈夫堂堂的慕容二爷当了汉奸，我不相信。今天我一天都没有出去。 我就是在等你回来，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慕容柏是不是真的当了汉奸？玉清，你先听我解释。回答我，你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？我确实接受了位置。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玉清，玉清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算我是魏军开错人了，玉清。
是八路军。奶奶，今儿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早。阿姨，听说工厂又开工了。难怪二奶奶的身子这么快就好了。正是因为身子骨不好，才想去厂里活动活动的。二奶奶，阿姨，真又开工了？哎，什么也没听讲一声啊？胡二爷，林峰。因为事出突然，所以也没跟你们打个招呼。阿爷，您说笑了，您可是东家，我们顶多就算个长工，哪有东家给长工打招呼的道理？您有事尽管吩咐。林峰，这几天厂子里没什么事儿，你先休息，等过几天厂子里顺当了，再辛苦你打理外面。我怎么听说我们厂子在给日本人加工军火？梁管家，二爷也是迫于工厂里的工人无功可上，家里都被烧了抢了的。如果泰丰厂里边的工人不完成军火生产，就会被日本人军法处置。明白。外边的人怎么看我不管，我只希望咱们自家人能够理解二爷的苦衷。理解，理解。咱们走吧。开工了，挺热闹的嘛，哎，感觉就像日本鬼子还没来的时候。这活挺多的，你们干得过来吗？哎，到时候我们就是叫你把这二爷好接，怎么了？哟，花二叔来了。二爷，这厂子里的活还真不少呢，
这都是先热热机器。哦，那这些人手热得过来吗？哎，阿爷，要不我也来上个工吧，钱多钱少二爷您说了算，都是自家人嘛。胡二叔，这给日本人干活哪有钱赚啊？再说了，这厂子里的机器也不多了。我和二爷说话呢，你算哪根葱哪根蒜呢？胡二叔，您别生气嘛，陆康他是个直肠子，不过他说的也属实。您看您这德高望重的，我们哪能不给您钱白用您，是不是？要不再过几天，等工厂手头也宽裕一些，我亲自上门请您过来，您看怎样？那二奶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回去了呗。不好意思啊，胡二叔，那您慢走。哎，胡二叔，门在那边。慢走啊！慢走啊！什么慢走？我慢得了吗？我胡二仙低三下四的到厂子里去，还给我来这套，当我是三岁小孩啊？哎，姑爷。您说说我胡二仙什么了，哪不好了？凭什么我胡二仙就不能到太空厂上工挣钱呢？当了个狗汉家还长脸了。爹，你小声点，这屋哪哪都透风，你说的话外面可听得清清楚楚。听到了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让他们听到。你别说了。听到个屁，人家还接着干夜班呢。刚开工就加夜班了。哎，郝姑爷，你今天早上也是亲耳听到他们说这厂里没啥事儿是吧？我今天到厂子里去一看，哎呦，那机器全都转起来，人乌泱乌泱的，挤兑我胡二些那就算了。郝姑爷，你可是堂堂的慕容府的管家，太丰厂的掌柜，这个时候不让你去厂子里，这家里这几个破配方有什么可管的？这不明摆着给咱家穿小鞋吗？爹，你少说两句吧。这当家的心里啊，跟明镜似的。我想问问二爷交代你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。哎，您说那个军火那事儿是吧？当然不是军火的事儿，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那件事情。最重要的事儿啊？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什么呀？
不是这个事儿啊，梁大哥，二爷说不让我们，不是，那你这么一说，那就他告诉你了。那是二爷为了考验你，我梁掌柜能不知道吗？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金港这边差不多了，出港那儿也没问题，现在就等着二爷跟陆大哥定时间了。黑子，哎，我来找你这事儿不能告诉别人。你放心，我最严着呢。嗯，哎。你是说他们要转移工人？哎，你说这杜黑子的话能信吗？我虽然不常去工厂，但我一眼就能看出片野的这批军火五天之内根本就完成不了。如果五天之内造不出来，片野就得拿这帮工人开刀。你说二爷能看着这帮工人去送死？再说了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陆康他竟然不在厂子里，他可是游击队。当家的，你不是想把这事儿告诉日本人吗？银峰，你看眼下外面是日本人的天下，就算你把太丰厂夺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日本人走了，我就更难夺回来了。可一旦你告诉了日本人，这慕容家就完蛋了。关键是有可能把太丰厂一起给毁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关键是这批工人肯定是死路一条。那咱就帮着二爷赶紧把工人转移了。二爷，赶紧转移工人。林峰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哎，梁大哥，你不是说……先别说了，小鬼子已经来了，赶紧转移工人吧。赶紧，快，赶紧叫所有的工人到车间集合。大家快走吧，小乔，你跟我走。快快快，走快，快快走，快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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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二奶奶，走了。把车给摆好。过来，海林。救命啊！游击队来了！不好了！救命啊！游击队来了，把工人全抢跑了，全抢跑了！都跑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翰林，啥个事？翰林，啥个事呢？急いで隅から隅までよく探せ！大将。
报告片野大佐，这是太丰厂的污水排放管道，通向哪里？渭水河畔。赶紧追啊，这都是这最好的工人。不必麻烦陈局长，我们有赌气，明天来收息。这是怎么了？是毒气！赌气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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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大爷，快走啊！赶紧走，你赶紧带着工人去和八路军会合。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替我跟卢汉还有厂长带个话。你告诉他们，就说我欠卢汉那张病我已经还上了。但是让他一定要把月叔给我找回来。你赶紧走啊！你続けろ。はい。迎风呢？迎风没事儿。真没事儿。请坐下。二奶奶，二爷，你们什么了？待会儿穿过这片芦苇荡，有游击队的兄弟接应咱们，大家注意安全。大管家，三爷呢？三爷让我先掩护工人们撤离，他断后。他还说，如果他出现什么意外，欠卢康的命他算是还上了，但是月叔一定要找回来。三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了？我们一起走。不，你们不要管我了，你们赶紧走。三爷，小乔，麻烦跟二爷二奶奶道个歉，说我梁云峰回不去了。云峰，三爷，我一定会把工人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日本兵追过来了，你们都不要管我，你赶紧把你妹妹带走，要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杨掌柜，你带大家先走。工人们，跟我走。你留在这儿，大家会拖累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小乔，快带三爷离开。哥，我去给你开轨道。我走，我走，这儿走。
吃吧。咱们吃年夜饭吧。爆竹声多好听啊！希望明天有一个好的兆头。小心啊，抬脚！我不会下吧？不会的。今天是除夕啊，会扫除一切晦气的。过了今晚，你的眼睛一定就没事了。回家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光喝茶不喝酒吗？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柳伯林的儿子吗？孟二爷认识我。柳县长的儿子，潍县不认识你的恐怕没几个。我看我走错房间了。哎，孟二爷，您听好了啊。光喝茶不喝酒吗？问我吗？对呀，我说的是中国话。光喝茶不喝酒吗？对不起，我看我真的是走错房间。哎，谁叫你爹是柳伯林？我二叔不会相信你。我这个身份也真是尴尬，说不定你二叔认为我是我爹派来试探他的，这兵工厂就着急要手榴弹的图纸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李莲，要不这样，你去跟你二叔接头，好歹他不会见你就走啊，我来配合你。可是，组织上没有安排我跟我二叔接头，我二叔要知道我干八路，我怕他会。不会的，你想啊，你是在抗日。你二叔知道你干八路，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月莲，你约我来这儿干嘛？二叔，我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。那家里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的，二叔。
袁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二叔，光喝茶不喝酒。光喝茶不喝酒，袁林，你怎？二叔，如果你知道，就只管说下去。再来，光喝茶不喝酒，只谈天不说地。你听到晨曦里北楼传来的钟声了吗？我只听到车间里柴油机轰轰的信号。月莲，原来跟我接头的是你，那你也是八路。二叔，走去包厢。谁在这儿嘀咕？月莲，他怎么还在这儿？二叔，他是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潍县交通员。我好像听见有人说什么八路军。蒋警长，啊，你怎么？原来你们两个都是八路军的人啊。二叔，以后呢，就由我来负责跟您联络了。哎呀，你咋把酒都端出来了？快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真是没想到，没想到你和月离都是……我听见刚才好像有人在说八路军。哎，醒醒，醒醒！有八路，八路，八路！嘘，轻一点儿。醒醒啊！发财了，回去赶紧报告局长，我在这儿盯着。快去！快去！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不简单呀，可你们都是孩子呀。二叔，我以为你知道了要狠狠骂我一顿。国难当头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月玲，大哥在天有灵，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这是给陆康的手榴弹图纸。这边，门没锁，不自禁的。柳少爷，陈叔叔，怎么会是你啊？陈叔叔，你千万别把我跟月离的事告诉我爹，我爹还不知道呢。可有人说这儿有八路啊？八路？不，陈叔叔，您说我是八路，这话可不能瞎开玩笑。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……别用你爹来吓唬我。局长，局长，我是亲耳听到这里面有人说他们是八路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喝多了吧你啊，想象一下崩了。你说我是八路，我还说你是八路呢。是不是八路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陈局长，您这是在欺负我呀？您就不怕我爹找您算账是吗？柳少爷，只要有人举报，我们就必须管。要是日本人怪罪下来，这个锅我可背不起呀，所以柳少爷，配合一下呗。陈局长，您是一点情面都不讲是吧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比我更清楚吧？还有那个柜子。行了，柳少爷身上没有东西。不过那个姑娘呢？陈叔叔，我跟月离好不容易约会一次。您看，您带这么多人来，他可会害怕的。子舒，
这儿怎么这么多枪啊？没事没事啊。行了，小姑娘，放心吧，我们警察只会抓坏人。收队。把他拉下去。法律在哪儿呢？报告大佐，误会。风飞扬，如此好时光，把思念放逐天涯，仰头望，眼中有泪，有泪不轻弹，只因背负家国难，心向往。儿女终情长，用挚爱去疗伤，痛断肝肠，慷慨悲歌，悲歌歌几曲，国破山河放不下对你的牵挂，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。纵然千般柔情，纵然千般柔情化飞远，终会半生沧桑。天大地大一颗心，却放不下对你的牵挂，面对面沉默，背影是忧伤。纵然千般千般柔情化飞烟，终不悔半生沧桑。这次多亏了你援手啊，要不行动哪能这么成功啊？吴队长，没想到小鬼子用火车给咱们送了这么多宝贝，下次有行动叫上我。也未定。别动！你约我来，就是想要杀我？我可没约你，我是奉上峰指示专程来到已变成日本旗下的太风厂锄奸的。